欢迎收看《酷酷兄弟》特别企划。在特别企划里面，我们要来比西汤圆，听起来有点不太雅观。西元宵，西元宵，西元宵，西元宵。汤圆是比较大颗，这是元宵，小小颗的元宵。我们要看谁可以吸最多颗元宵，赢的人呢可以吃店内的招牌哦，御品元宵店里面的桂酿、桂酿、桂花、桂花汤、桂花酿元宵。总而言之，这边有分，一样是有分，就是芝麻口味跟就是花生口味，应该没差吧？没有，我告诉你，而且芝麻口味到吸管里面之后，它就直接进到我的胃里。哦，好啊，好，那你就一直扣分啊，我没意见啊。我们要同时是不是？我们要计时多久呢？一分钟吗？一分钟左右。一分钟好不好？对，然后同时吸起来，吸起来，这样，然后看谁吸，看谁比较多，赢的人才能够吃。当然 ，OK， 好，准备喽。哎，店长，我们要，我们是好朋友，我们位置要一半。你刚刚。不是你不能这样子啊！我不行这样子吗？当然不行啊！我不行这样子。公平竞争。好，没问题。你犀利的，你犀利，没问题。我犀利还不错。好，okay、怎么了？来啊！三、二、一。完成，哈，这是我玩过一集，缺氧，蛮累的，玩过一集，超都没人说话，真的不想说话也不行，超安静，没办法，好喘啊。这样子啦，我一颗一颗剥开来，用你刚刚吸的吸管，用我刚刚吸的吸管，好，来一颗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、二十、二一、二二、二三、二四、二五、二六、二七、二八，怎么可能？哎呦，吸力不是很强？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你刚光速度不是比你快很多？哦，我有次吸两颗两颗的。你每次都吸两颗？我有吸两颗两颗过。哇！好，怎么样？不错吧？所以我应该可以吃到那个超美味。桂花酒酿蛋，酒酿蛋是没有错，蛋汁做的哦。好、啊，谢谢小旭。酒酿蛋汤圆，谢谢。哎、欸，对，我的。等一下，你是蛋花汤是不是？好香哦，你有闻到那个香味吗？它要打一颗蛋进去，好香哦、啊，然后有那个蛋香味。然后这一次我们刚。What？ 我吃不到。吃不到，我来看一下有没有芝麻好了。好香哦！要开动了，哎，闻到酒的味道，哎，不是芝麻，我来喝一下它的汤。然后芝麻其实对很饱满。Oh my god！ 这个怎么样？它的汤就是多了酒味，然后还有蛋，那种蛋没有全熟，我蛋液的那个。我一直在聊菌啊，蛋液的感觉，可以喝一口吗？那不行啊，你出来。我不吃，我不吃元宵。ending 啊，好吃、啊。哎，它是糯，哦，它是糯米发酵的酒啊，糯米酒吗？对，糯米酒，很香，真的很香。我吃不到，我就跟爸们一样吃不到啦。哦，吃不到就看你吃啊。就是你就吃得到啦，就去见你是不是？对 ，OK， 好。好了，这期 episode 差不多该到这了，希望爸们会喜欢这期 episode。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在左下角有喜欢的左上角订阅，点击频道实现正片动态。我们下期 episode 见 ，See you guys。拜拜。元宵这个东西，其实它的由来很长远，嗯，对，它会到2000多年前。了解了解，上到云贵，好好吃啊，很好吃，因为它的爆浆爆出来。